姐姐玩游戏，游戏时间到。彤彤姐姐 ，Hello， 我是海苔哥哥。今天有哪些哥哥姐姐要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和风队。和风队为什么和风？有日本的樱花，日本的哈密瓜，还有日本的水晶。哇，都是很代表日本的东西呢。对，不要怀疑，水晶就是日本的。水晶就是到处都有啦，因为地球古代的宝藏这样子。是是是是是。好，那我们另外该不会也是来自国际的哪一队吧？嗯，听听看就知道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树大电视媒，好香好香。哇，你这组国文造诣不错，真的运用到成语树大电视媒。两组都蛮有自己的特色的风格的。对，两组都感觉很有文化气息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跟体力有关哦。今天要玩的是两人三角的升级版。三四九，没错，两组呢分别进行比赛，所花的时间最短的那一组获胜。哇，那今天就要考考大家的默契怎么样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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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就先由我来示范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径。哦，从起点出发，然后呢，到了中间记得。要转弯绕一个八字形，有没有？像我现在呢，就非常的轻盈，哇，好轻松，好轻松。然后要一起三个人同时超过一开始的起点，就时间暂停。好，这个距离其实不算短哦，三个人要加油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先打气一下好了。好，帮自己加油加油。输的电视媒，好香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气势很强。预备，开始！好香，好慢哦，香，太慢了，好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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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其实蛮出乎我们意料的。对啊，想说一开始的节奏是蛮慢的，后面还突然可以跑起来加速。结果加一个太快，乱掉了。但是我们有稳住。好，那这一组的得分呢，出乎意料的蛮快的，是23秒的成绩。有一度这个节奏稍微乱掉了，对，但是马上重整，重整旗鼓。那个来自日本的嘛，是不是和风队？和风，你们有时差吗？有，我们的时差差不多会快他们3秒钟，确定吗？10秒就对了，20秒结束。好，看起来很有信心，我们来换边挑战。和风，和风，哈哈哈！出师不利。有点此起彼落。对，我开始担心了，这个时差到底是不是快3秒，可能是慢5秒之类的。令人有点担心他们的团队默契。不会，调回来了，调回来了哈。对，好，重新哦，重整旗鼓，预备，开始。秒数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。好，我们先来问问看这边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刚刚在比赛的过程中，中间的比较难还是旁边的比较难？中间的，绝对是中间的。难在哪里呢？因为呢，我要配合旁边两位的步伐，所以我速度就是可能这边快，我就要加快；这边慢，我就要变慢。那个协调性很难去控制。但好像我们这一组默契非常好。没错，而且我发现脚步高低差有关系，有人抬太高或太低的话，都会影响整队的速度。对，那个太高就是我。所以中间卡住了就是紧急状况那里。担心要越来越快，就会这样子。膝盖抬超级高这样。对。不过我觉得你们表现真的也是非常好，出乎我们意料，很快。刚刚是20秒的成绩，对不对？
23秒是他们期望的程度。对，哎，你们很厉害哎，默契度啊，速度啊，都是很领先的，怎么办到的呢？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，就是前面太乱了，所以我们这一队呢，就是步伐整齐、稳健的向前。对，我们知道慢慢来也是走得完的，不用赶会跌倒。哦，所以是以安全着想。对，就是顺利走完全程就好了。对，刚刚说了你们期望是20秒，对吗？对对，你们的成绩是15秒。跑的故的感觉呢？对，你就是你一开始很踏实的一步一步的慢慢走，嗯，结果后来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自然而然就得到第一名。恭喜你了，这个就有一点了不起，这有点得意了。好了，不过这个游戏呢，可以跟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一起玩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就是你们绑在脚上的那个带子啊，一定要学不要有松紧的。对，然后要绑紧一点，不然脚踝容易扭到，容易受伤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嗯，那下次呢，再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玩游戏。Yeah!